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台 Canon EOS650。那它这个用的电池是2CR5的这个部分，哦，那配的是 Sigma 的这个镜头，这边有写，Canon for Canon AF。那它这个电池是我们刚刚已经先装上去了，哦，这边要用硬币扭开。那电源在这边，电源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在这边，所以你这边转有没有？我们刚刚转，它这边有一个 L，L 是关，A 这边就可以打开了，A 这边就可以打开了，好，有没有？这边可以动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测试一下，这是可以正常去做使用的，OK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底片式，底片式从这边打开，这边再按钮按下去。按两下去之后打开来，你就可以看到，这个底片式的部分，可以看到，底片是保持得很干净，那以上就是这台，Canon EOS650的视频，那有兴趣的也可以来现场看机，谢谢。